我的意大利之旅，刘浩然。生活就像是一场冒险，而最美妙的一次在意大利。光影流转，四时风景，人来熙熙。一切都将我隐去未知与惊喜。这是我意大利之旅的开始。总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寻找自己，追寻的过程太过漫长，到底哪一刻才算真正的自己？在意大利，所知所感更胜于眼前所见。连梦境里到不了的地方，总有些线索指引我去探寻更多。如果没有经历和回忆，我们到底是谁？关于我的意大利之旅，人文、传统、艺术、历史，风景旖旎，尽收眼底。落日余晖，蓦然回首，我们所找寻的自己，是否就是当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瞬间？